喂，快到了，还好，不太累，回家就好了，过几天就回去了。回来多久？大概4-5天吧。瑶瑶吃饭，吃完饭赶紧写作业啊。不是跟你说别打这个电话吗？都说了过几天就回去了。行，那先这样吧，啊。吃个苹果。今晚吃什么？今天去游泳，儿子游得挺好的。嗯，还有呢？装傻是吧？什么装傻？说是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事儿吗？啊，这个呀，这个专门在单位联系同事用的。你联系同事都联系到床上去了，那些短信我看着都觉得恶心。不是你想象那样，我你碰。佳佳，佳佳。
离婚吧。这些年，都是我一个人在带瑶瑶。你一年回来几次？上一次，瑶瑶得急性肠胃炎在医院，我一个人抱着她在医院到处跑。你在哪儿？上个月，公司举办活动，大家一起出去玩。其他孩子都有爸爸陪，就瑶瑶没有。那个时候，你在哪儿？这个家，有你没你都一个样。我不会再让你出现在瑶瑶的生活里。你们回来了，那我做了饭。瑶瑶，吃饭了，瑶瑶。
瑶瑶，吃饭了。来，吃饭吧。来，多吃点菜。还有这个肉，来，多吃点。吃吧。车子挡到路了，麻烦挪一下，谢谢。嗯。我去挪一下车子。来，吃点菜。我想找我妈。哎，要不咱先吃蛋糕。我给你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蛋糕。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。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哦，今天底下没几个人。明天带你去爬山好不好？我明天要写作业。
瑶瑶，出来吃水果。哦，来了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今晚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鱼。可以啊，红烧带鱼好不好？好啊。爸爸回来了。